从小到大，我都活在温家寨的光环下面。我也一直认为，我和温姨走在一起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但是现在事情变成这样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温家寨的人了，也没有什么理由再继续待下去了。所以我想跟你一起去军校。你也想去军校？嗯，是。梅婷，其实我爹和姨娘一直都把你当成女儿一样对待，你大可不必这样。大哥，不仅仅因为这个，